有所主，分别视之，皆空。唯有那仙也，那仙是一个名号，但是呢，那仙到底有没有？在眼前的这个那仙有没有？有，有还是没有？啊，不然唯有那仙也怎么说呢？唯有那仙也，有没有那仙？那怎么看那仙？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我坐在这里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坐在这里？有没有一个多小时之前我没有，这里没有我，我现在之所以坐在这里，是因为我的功能，我要讲这样的课，我才坐在这里。一个小时之前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吗？听完你也就走了啦，那个位置还有，有没有你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啊，不，你跑到哪里去？你跑到哪里去？走到我的下一站。跟呼吸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有啊。我们佛教在讲无我，不是没有功能，只是叫做你以为都是一成不变，你也是一成不变，是一成不变吗？好像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，一个永久不变的，而且很自在的，你还不就是一直在人群里面吗？你也在新陈代谢里面，你也在地水火风里面，它是什么事叫做不变的东西呢？我不想生病，可是还是要生病。我不想老，可是还是要老。我坐车子最好不要买票，更喜欢。你要跟谁说呢？这个只有在说一个叫什么？我们要清楚的是叫做呼吸，它也是一个叫做它有一个它的功能。才能够出去跟进来是不同一个，不要一直以为同一个，你都是一直在吸这一口吗？有没有同一口？我最喜欢观的，大家有时候你到山区或者到任何地方去，去到溪流里面，你们到溪流里面去，把鞋子脱掉，把脚放到水里面去，去泡水，那是很凉的。泡水的时候呢，你那个时候就在修观，因为那个脚放进去以后，水冲着你的脚，冲过没有？没有，明天赶快去练习，那是禅修。你这样水流过你的脚的时候，人有没有感觉？你在那碰那个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洗第二次脚？同个水，有还是没有？有的人举手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为什么？所以如果你下次生气，你就回到那个井，又看到那个人，你还在继续生气，你活该。懂意思吗？因为情境也不一样了，人也尽管眼前这个人还是站在那里，同一个人吗？同还是不同？你出来听经要回去，如果你刚才来的时候生气，回去也要继续生气，这叫业障深重。因为是什么？你不是又听了经了吗？你加进的东西还这一段时间啊，回去还是一样，因为眼前那个人一样，我也一样，所以你也是我，我也是我，我们都在我跟我，当然是叫做对立。这叫不变不动，这样不行，
这样讲。我们要那个叫做，这里在讲的这些佛教不是我这个人在这里，我们有功能性，叫做没有我，但是还是有它的功能。我们吃下的东西，是每天吃了多少东西，不都转化变成我的你的能了吗？是不是能啊？对，你身体里面还是有你的那个所有的能量，那能量变，它能量就又在转化，燃烧了你自己的能量。它不断在这样变化当中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但是你的功能，一定要记住的是，它是所谓的无常，它也是一个叫做成长的，也是一个叫做变动。所以在那个当中可以看到呢，我们活着承担了社会多少的恩惠，我个人是这样看的。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生命，也承担了社会啊，这个大自然的所有的多少的恩惠，不可能单独一个人的啦。所以这里呢，叫做各有所主。那放进去，你把它用什么样的角度，叫做分别视之皆空。所以呢，无有那先也。可是那先有没有？那先是一个代号，是一个名号。那这个名号，嗨，以前我在家的名字叫什么？我今天叫做五音，这叫代号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有一个代号。啊，如果你呢，曾经工作过，哦，你以前董事长，你要总经理，啊，现在换下来变成没有工作做，现在天天就是只好在批你的那个菜单。这叫什么？你那个时候那个职位的重要性就在那个用那个代号，可是现在没有，那个职位已经退下来，那这个总要退。当他退了以后，那变成是什么？也就是那个代号，功能代号已经换了，所以这些也是空的，当然是空的。所以无有那先也。可是没有那先，还是要有名号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不然人家怎么叫你？叫张三还是李四还是王五？那瞻弥尼望群，心即开解，遍受五戒，为优婆塞。他当下就心开意解了，他就听懂。他同时当时心即开解呢，事实上心即开解就是已经了，心里就他就豁然开朗了。那遍受五戒为优婆塞，他当下就受了五戒了，哦，受了五戒。这时候还在马路上，哦，在沿途的路上，哦，在沿途的路上呢，那接着呢，嘿，这是告一个段落。那接着下面呢，那先变前入宫，他接着呢，他们就进入，因为那时候就入城了嘛，入城以后就进入宫殿，到进入了宫殿就到达了，哦，到王所王上殿，结果呢，来到了国王那个他的宫殿的地方，王即为那先坐礼而去，王呢就为那先的坐礼，同时他要却坐一面的意思，就站在一边了。那先即坐，那先就坐下来，八十沙门皆共坐，哇，就把八十沙门，这是真的不少呢，哈，哎，八十位沙门呢，大家也共同的都坐下来了。王即坐美饭食，大概他们从大清早到现在呢，开始要吃中餐了啦。国王就先供养，准备了很美好的丰盛的饭食，哎，来供养那先跟所有这些，哎，他带来的所有的这些沙门。王手自着那先前饭，那个王呢就自己
成了供养了浊的时候，就自己捧着他的这些呢斋食呢，到那些前面的这些饭菜。众沙门饭食已尽，哦，接着大家开始吃了啊。国王也在那边呢，哦，就来侍奉那个那些哦。大家都吃完已尽，就吃完，早所闭气。从此呢，吃完饭就要洗洗手嘛，哈，哦，不然这个大概是印度的饮食哈，哦，都要用手抓的。嗯，王吉是诸沙门人一张卸袈裟，往了即就当下，同时马上呢就示给大家诸沙门人一张，人就是一件啦，一张就是一件，我们的袈裟都是一大件的嘛，那一大件呢不是，哎，不是切块的哦，是一大件的哦，卸就是内衣，就是贴体的内衣。卸衣呢，卸袈裟，我们的衣服全部都叫做俗语叫做袈裟，袈裟呢就是僧衣，就叫袈裟。那卸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穿在最靠近身体的，最靠近身体的。各洗各一辆，一辆就是一双了，一双。就是呢，哎，就供养所有的沙门呢。每人一件的那个贴体的袈裟，同时呢就是一双鞋子。是那仙就是特别供养那仙呢，跟野鹅罗呢，哇，各三领袈裟，三套了哈，哦。同时一辆格洗，一辆哦，一辆就是各一双鞋子了哦。王与那仙。跟野鹅罗言，王就对着那仙跟野鹅罗说：“留十人供职，钱余人另去。好，留下十位，其他的人呢，请他们回去吧。吃晚饭了嘛，哈，啊，宫殿不需要留那么多人。那仙提前以三门另去，留十人供职。”结果呢，就是八十人当中呢，就留下十位，其他人就让他回去了啦。那回去以后呢，王赐后宫诸贵人、妓女，系于殿上委中听我与那仙共难经道。那王呢，同时就下命令，叫后宫诸贵人，就是后宫侍候。国王的所有的叫这诸贵人，不是说内殿里面的人，妓女呢？妓女不一定，我们现在常说的那个叫，哎，那个叫做那个妓女，她是什么？歌舞乐人，歌舞乐人呢，就是早期谁有办法可以来听歌舞跟听妓乐呢？就是只有皇宫。所以皇宫里面呢，他们多有呢，就是招待国王，还有内宫，还有大臣，还有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这些歌妓的这些人。所以这妓字呢，有时候呢，哎，它是不一定是叫做哎那个哎色情的这些，有时候它是叫做歌舞。或者唱乐的这些人哦，系于殿上。那国王也命，就是给他们，就是也命令他们呢，可以在殿上委中，就是放帘幕，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个垂帘后面，在垂帘的后面呢，来听我与那些共难经道。他也希望他们都一起都可以听到听经，而且他也问出他要问的问题呢，希望这些人呢也一起来听。使贵人妓女系出殿上委中，这些人呢也都开始出现
也都出现在垂帘的那个宫殿上面呢。为什么要伪装呢？就是说明了还是有一个叫做区隔。听那先说经，时王持坐，王持坐坐于那先前面，他就那时候呢，国王就拿一个座位，找在他自己坐在那先的那个前面，不如说对面了。王言当说何等？王言说要从哪里说起呢？当说何等？要从哪里说起？那先言，王欲听要言者，当说要言。你要听哪个部分重要的，你就问啊，我就说。这个叫做就这样开始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五段。第十五段呢，就是第二天在宫殿里面就开始。早期像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在宫殿里面，他们还可以听经闻法。这个国王是非常开放，同时非常爱护他的那个贵人啊，跟他的后宫所有的这些佣人的。早期呢，不要说垂帘还可以听经，以前那个后宫这些人如果生病，要把脉怎么把？你们说怎么把？怎么把脉？哪一条线？按这个手帕可以按把脉，真的，以前的技术比现在好。以前怎么把脉？医生又是男的，那后宫的这些人，你说怎么把脉？所以有时候说，那个国王事实上这个时候让后宫的这些人都可以听经，可以看出呢，他确实是也是一个叫做很前进，而且很爱护他的这些身旁的这些人，让他们也有学习的机会。这个才是真的叫做，这叫德政，也是很好的国王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看到，因为他不仅自己想听经，他还要请，他看了他以后，他跟他那个交谈一两段，他马上就要请他到进入后宫，接着就开始讲了这部经，同时呢，也就呢。这一部经就也问他自己想要问的，所以那个那先比丘的渡人真的叫做说，第一次就渡那个护法居士，也渡国王，也渡了那个瞻敏利旺群。那下面这一段第十六段呢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对吗？这一段讲过了，所以我们下一次呢，要从如果要讲的话，就从第十七段讲。第十七段讲，那第十七段讲的是什么？人死后还会受生吗？我们死后一定会再来吗？这个你们想不想知道？对吗？我想这些都是为我们问的，而且用我们很可以理解的死后。还会受伤吗？怎么个受伤？怎么扛过来？怎么扛过去呢？我想说呢，为什么要说他直接很直接了当的来问？我想说，米兰陀王呢，他是叫做西方的思想，但是呢，我想说他也很想知道呢，人死后以后会是什么个样子？人死后会是什么样子，带着什么走，然后怎么再过来，那时候是什么。所以这个是叫做佛教的沙门他们怎么看法。我想说呢，我想说还是佛教很核心的啊，它是叫禅修，而且说他开悟的在说什么，他也是在禅修，也是在禅修这些。有你吗？在哪里？可是
哪一个是，可是又哪一个不是？这个手是我吗？啊，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可是他就是了吗？我们不是要问这些吗？好，一起回向。